接下来请收看晚课。放一字句，
Sure.
声闻者应当发愿，愿生彼国所依者何得与如是诸善善人俱会于修舍利佛，不可以少生各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舍利佛。若有善男子善女等闻说阿弥陀佛之持名号，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三日，若四日，心不乱，其人念命中是阿弥陀佛于诸神中，现在其前世人中是心不念道，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。舍利佛，我今是离故说此言，我有众生闻是说者，应当发愿生彼国土。舍利佛，如我今舍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，同发弥陀向佛大须弥陀，须弥光佛妙音佛，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，各于其国土广长舌相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说此誓言，如等众生当心是成长不可思议功德，一切诸佛所无念尽舍利佛，满方世界有日月等佛，明闻光佛大眼见佛，须弥等佛无量清净佛，如是等恒世界有我